Baby Bus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好痛啊！这是哪里呀？Hehehe
做好了。嗨嗨嗨嗨好香啊，香喷喷的小鱼松饼好喽，谁想吃啊？哇，我最喜欢吃小鱼松饼啦。起来好好吃啊！有件重要的事，你们忘记做喽。什么事？吃东西前要先洗手。洗手，洗手。还是先去吃小鱼松饼吧。爸爸不在，跟我来。哇！动画要开始了，我们快去看吧。哇！乐乐，你们怎么了？爸爸，我的肚子好痛。乐乐的肚子也好痛。别怕，我现在就带你们去医院。孩子们，我来看看。这么脏，你们是不是吃东西前没洗手啊？没洗手。我们吃东西前要是不洗手，坏菌就会趁机跑进我们的肚子里，这些细菌最喜欢捣乱，欺负我们的胃，让胃生病。好痛啊！别担心，我会治好你们的。爸爸，爸爸，我们的肚子不痛了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医生。我来教你们把手洗干净吧。洗洗手，洗洗手，手心手心摸一摸，搓一搓，小手小手洗一洗，细菌快走开，手心手心搓一搓。
双手好干净。我也是。哇，好干净啊。妈妈给你们带了什么？哇，是蛋糕！我们先去洗手。琪琪，准备出发了。来了。听说最近有个偷美食的大坏蛋。哦，那我们得把门关好。你们听到了吗？偷美食的大坏蛋，好可怕呀！如果坏蛋来了怎么办？那我们就躲起来。啊，捉迷藏嘛，我最厉害了。那我也躲起来。太小了，把盒子挤坏了，不好意思。如果小偷来了，我们就赶走他。你们盒子这么小，能做什么呀？好像有声音。有人在门外。是谁？难道是琪琪回来了？可恶！这里一定有很多好吃的，今晚可以大吃一顿了。啊，哇，美味的大汉堡！再找找看还有什么好吃的。薯条。我最喜欢吃的甜甜圈。这是哪儿？天哪，我们被抓走了，救命。彩色糖。空的。怎么办？铁小圈他们都被抓走了，我们得救大家。可是我们那么小，大灰狼那么大，我们要怎么救大家呢？我有个办法。我们可以这样。什么声音？可恶！
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奇怪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真是太奇怪了。大家跟着我。好痛啊！糟糕，他醒了，你们快出来！我们是彩色糖，勇敢的彩色糖，看我的厉害！嘿吼吼吼吼吼，白白大灰狼！嘿吼吼吼吼吼，勇敢的彩色糖。一起来，呼！一起来，呼！一起来，呼！打败大灰狼！耶！我的手怎么被绑起来了？我的脚怎么也被绑起来了？到底是谁干的？发生了什么？哦，天哪！有小偷！喂喂，是警察局吗？我再也不敢偷东西了。你们好厉害，救了我们！我再也不说你们各自想什么都做不了了。谢谢你们。只要大家团结起来，小小的我们也会有大大的力量啊！没错。选什么好呢？拜托，选我，选我！嘿，就选他吧。啦啦啦啦啦！你为什么叹气呀？贩卖机里只剩我一个人了，我想出去玩。
可是我出不去。那我们来帮你。啊，好啊好啊！你们要先投硬币，然后按下橙色的按钮，我就可以出去了。可是我们没有硬币啊。对了，小猫铺满。跟我来。我记得是这里的。在那里。你好，小猫铺满。它好像在抓痒。那我们去帮它抓抓痒。好呀。小猫铺满，你可以给我们一个硬币吗？耶！拿到了吗？当当当，有硬币了！太好了！我们快把硬币投进去吧。太高了，我碰不到。我们可以这样哎。就这么办。再试一次。要是我们能变高一点就好了。变高？大家一起叠罗汉就可以变高了。好主意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伙伴们来帮忙。太好了！交给我。
我们。薯条快点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帮忙朋友也是件很快乐的事啊。壮壮，你怎么不开心呢？我体重太重了，不能参加攀岩比赛。第一名的奖品可是智能玩具火车呀！智能玩具火车，我要去参加比赛，第一名肯定是我的。我体重超过40斤，不能报名呢。我体重正好40斤，小火车我来啦！哇哦，攀岩比赛报名处就是这里。你好，我要报名比赛。先称体重。没问题。嘿。41斤，超重，不能报名。可是我上个星期称了，才40斤。可能中午吃太多了，你就让我报名吧。不行，比赛要公平，多半斤都不行。怎么办呢？不就一斤吗？我想办法快速减掉。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减肥呢？对了，跑步可以减肥。哎呀，太慢了。琪琪好厉害，琪琪加油。我还能再快呢，看我的。流这么多汗，应该轻了不少吧？喝点水吧，解解渴。我现在就去称，一定合格。麻烦您再看看吧。超重，不合格。我刚才跑步出了很多汗呢。你刚刚也喝掉很多水吧？减肥操，有办法啦。
对不起，您再帮我看看吧，这次一定行。还是超重，不合格。我刚刚明明跳了减肥操。减肥操，我跳的可是健身操。你看，我的手臂更强壮了。哎，真的变粗了。哎呀，到底怎样才能减肥吧？游泳去喽，嘿嘿嘿嘿。对了，游泳可以减肥。可是你不会游泳啊。有了。妙妙，你看我瘦了吗？我也看不出来。我这就去再称一下。这回肯定瘦了不少吧，我再去称一下。还是不合格。一定是刚才喝了游泳池的水。小心别感冒了。喝点姜汤吧。味道好奇怪。咦，我的药呢？药？什么药？特效减肥药啊。哎呀，肚子好疼，我要上厕所。医生，您的药可真厉害。琪琪，我看你好像瘦了呢。真的吗？最后再测一遍。40斤长，体重合格。耶，太好了！玩具火车，我来啦！同学们请注意，接到气象台通知，今天将会有暴雨，攀岩比赛取消，改为室内拔河，冠军奖品还是玩具火车。改拔河比赛，那我要报名拔河比赛。拔河比赛越重越好。让我来。这回玩具火车一定是我的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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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看，什么东西在发光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这个洞金光闪闪的，真神奇，我要叫主人来看。嗨，道哥，你在干嘛？去，别捣乱，我很忙。那我来帮你吧。你别过来。道哥小心。我来了。
还好。你们没事吧？完了完了，我们被困住了！一碰到你们，准没好事。啊？那我们怎么办？哇！你们快来看啊！哇！真漂亮！这种时候还有心思玩儿？水晶石！道哥，我来帮你。知道呀。妙妙，小心！下面红色的是什么？好热呀！岩浆，是岩浆！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要变成一只大热狗了！有了，我们只要到对面去就安全了。我们跳过去。哇，琪琪好棒！哎，让我先来。我们到了，谢谢道哥。可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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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？主人，你再也见不到我了，谁来救我？快拉我上去啊！加油！这里有热，有浆。我想回家。大家别着急，我们再往那边走走，说不定还有其他出口。对，我们快走吧。只能这样了。好热啊！怎么会有浮力？喵喵，过来！我也过来了。大家快来，这里有出口。来，出口。这么高，难道你能飞出去吗？飞出去，飞出去。我们可以飞出去。琪琪，我们来帮你。怎么飞呀？变成小鸟吗？
啊，起飞喽！啊，来喽！还有我，哎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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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往下掉？可能是太重了，大家小心！啊，太重了，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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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豆腐，快把水晶丢掉！不行，我好不容易才拿到的。哎呀，烫死我了！我的水晶呢？我的水晶！哇哦！好想快点天黑呀，这样就能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了。对呀，会是什么礼物呢？都快要来不及送礼物了，鲁道夫怎么还没来？不好了，圣诞老人，鲁道夫遇到麻烦了，他突然身体不舒服，需要帮助。什么？那快点呼叫奇妙救援队啊！嘿，嘿，哇哦，哇哦，哦，嘿，嘿，嘿，哈哈，有什么紧急任务？驯鹿头上有着树枝般的鹿角，是个长跑好手。驯鹿鲁道夫是帮圣诞老人拉雪橇的领头鹿，可是他突然产生幻觉，视力模糊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交给我们吧，奇妙救援队，火速出发！好难受啊，哎，脚怎么变成两座了？哎，怎么头昏眼花的？怎么办？圣诞老人还在等我哎。是救援巴士吗？鲁道夫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正准备去和圣诞老人会合，给大家送礼物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头好晕啊。别担心鲁道夫，我们马上帮你检查。嗯，启动检查设备。哎，鲁道夫食物中毒了。食物中毒？鲁道夫，你刚刚有吃什么吗？刚才我在那里吃了一些蘑菇。是毒蝇散，这是一种吃了以后会产生幻觉的毒蘑菇，
中毒后，可视力模糊，头晕呕吐。那怎么办？鲁道夫，别担心，我现在就帮你治疗。嘿，启动变小。感觉舒服多，谢谢你们。我要赶快去和圣诞老人会合了。你怎么了？我现在看到桥，还是有点害怕。那我们陪你一起过桥吧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好像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危险！呀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！哇哇！救命啊！鲁道夫，撑住，我会想办法救你的。求总部支援了，卡卡，鲁道夫现在被困在断桥上了，我们需要壮壮的支援。收到，壮壮、琪琪他们需要你的支援，请立即出发。收到，任何困难都挡不住超强的壮壮。困难都难不住壮壮。快逃啊！雪崩了！雪崩？快快躲到安全的地方去！前面有石头，快跟上，躲到石头后面去。啊！我的铃铛！
抓夫呢？啊，刚刚还在后面。鲁道夫，快跑！啊，危险！超级速度！好了，大家都平安无事。我们快去跟圣诞老人会合吧。嗯，好的，快出发吧。可是现在到处都白茫茫一片，路都被雪盖住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嗯，我的眼睛可以看到紫外线，在雪地里轻松辨别出方向哦。太棒了，我帮你带上铃铛，马上出发吧。嗯。谢谢你，不客气。希望鲁道夫没事儿啊。圣诞老人，圣诞老人，我回来了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哎呀，鲁道夫，你平安无事就好啊。听说你途中遇到了一些困难，嗯，多亏了奇妙救援队。你好，圣诞老人。奇妙救援队，太谢谢你们了。不客气。再见。奇妙救援队，安全我守护。